貪污受賄，壓迫小市民。公價照價一千，尾數出嚟再扣。今年當我哋係水魚啊！水魚咩水魚咯？你咪當係咯。嗰個可以出嚟做嘢，管錢一定多過你啊！其身不正，破壞考試公平。讀得我扭上班嘅，希望可以攞。有鄧樂晴做監考員，劉學思就可以早人一步知道考題。廉政行動2022，今晚10點，翡翠台。